Hello， 各位匹克帮的朋友，我是 Circus 的 Eason。好夸张的！你在开玩笑吗？因为我刚才看他。好了，我是 Circus 的 Kid。不要重来，我先重来吗？听到你。好，匹克帮的同学也想看。哎，对，我是 Kid。在这边呢，先跟大家拜个年。不要忘记自己是谁。好，先在这边跟大家拜个年，我的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。那在你们看那个匹克帮官网的时候呢，哎，也可以顺便看看 Circus 的官网，为什么呢？因为 Circus 最近有一个新节目叫做 Circus 狗仔队已经在上档啦，所以大家呢一定要锁定，好不好？一定要锁定 Channel V 来看一下我们四个人这个几个菜鸟主持的功力，好不好？其实是真的很逊，就像我现在讲话一样。所以呢，想要看到我们出球的时候呢，只有在每周六晚上9点钟 Channel V 还有匹克帮哦。